Understanding of evolution. By participating, you help us gather data needed to create more accurate simulations. Do you consent? 问我同不同意，然后正常来说应该要是跟否的选项，但是他只给我一个是而已。我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你给我否啊，但是他不给我否，他需要我的帮助。那好吧，我勉为其难的按是吧。Thank you.这个游戏它这个音乐会不会是有版权的？我想把音乐关掉。母星、行星、地球。然后月亮要243，买不起。叫太阳给我啊。哦，我们现在是从那个太阳系最原始的那个阶段，我们的地球现在还是一团火球，它刚成型的时候嘛，那个行星刚成型，那气候很炎热，这个时候的地球是完全不利于生命的形成，所以我们就要进行进化。不过宇宙中的熵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收集的，当然这只是游戏的一种简化的进化过程而已。那我们应该可以进化了吧？我们先有月亮，然后有原始的那个海洋，月亮出来了，哇！月亮的熵真是。那我们基本的海洋呢？核苷酸、氨基酸，氨基酸是生命的基石，创造的生命氨基酸。欸，我们变蓝星了欸。太快了吧，下个雨连那个什么陆地都出来了，然后整个星球很快就冷却。这准备的是什么？加速器。解锁阿恩呢？我去点吧。他耗费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挖个小啊？但是我认为现在是不需要提加速了，我们的熵获取速度还蛮快的。
哦，这点到手会断掉。创造了一个基本的 DNA 生命。来个火山吧。没有其他进化树可以点吗？啊，火山怎么变850？刚刚不是800？这应该要准备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连点滑鼠，还有连点程式也可以。点到最后 TQ 就麻烦了。火山先出来，哇！看那个臭氧层啊，那个伤要需要65000呢，夸张，夸张死了。快啊，加速收集！我要把那个 DNA 的植模给弄出来。点击实在太慢了，他可能不能一次点个几百，不然后面不符需求啊。原核细胞需要600。氨基酸，诶，这个应该是放置游戏吧？怎么看都是放置游戏啊。最初的生命在海中冒着泡泡，原核生命出来了。哇，果然是放置游戏啊！哇，需要钱，理所当然啊，因为这是 Steam 上的免费游戏啊。我还在想说，这游戏看起来挺有趣的，怎么会不要钱？原来是透过内购。先解锁一些可以解锁的吧，立线体，对不对？一些好解锁的，我们就给它解锁；那不好解锁的，我们就慢慢的跳，慢慢跳，跳跳跳跳跳跳，跳到你不能再跳为止。生命的形成本来就不是一触可及啊，对不对？揠苗助长，反而有害自身。我们就慢慢的来看这个游戏，在我没耐心之前，它可以点到什么样的程度。这个比麦块还要像造物主，因为我们就是从无到有，然后慢慢把它弄到好。具有细胞壁的单细胞微生物，病毒。伤收益加14，每次点击。哇，我应该要先升那个的哦，那个有丝分裂，我不应该先升其他的，这点到手断掉，那个有丝分裂点出来以后，我可以一次点14，决定了，就是你。只能不能用什么键盘，还是用手把点呢？哦，只能用滑鼠，都会死啊，都会死人的。这样稍微轻松一点了。
鱼有丝分裂相似的无性繁殖，要2万呢、欸。这会变成每日任务吧，我不骗你。这飘的实在是太慢了，就算一次点2万也无济于事。不是2万，是20而已。我还想说奇怪，我这洗到懒嘉宾，这样子让他自己洗还比较快一点。哦，快受不了了。加0.8每秒，加2，这个还比较好。哇，后面145个成就，这什么鬼啊？他是要研发到人都跑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三爆发，创造一阵。进化论。啊，是美金啊，这太贵了，这不行。细胞值解锁每日奖励，这是什么话个小？但是我不想解锁那个。来充真核细胞。起码给一点奖励爆发吧，不然这样实在是点得太麻烦了。目前怎么看就是这个比较划算。目前我们的生命还是这一团鬼玩意儿，这个叫做量子电荷，那这个叫什么？不能点，都是一些 DNA、RNA 跟单细胞生物，这就是目前我实验室创作出来的过程。拿一个生命创造到现在的话，地球64亿年的寿命嘛，所以就算要当个造物主的话，你好歹要过个几亿年。我们这样点算是快了，是这样安慰自己啊，我们这样点算是快了。
然后每解锁每日奖励，我们就有四个立方体了。是，好好好，这个好。但是我觉得用来买这个不是很划算的。它之前是一万嘛，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算了吧，我靠这些慢慢累积就好了。去挂个网回来以后，搞不好那个什么就生命大爆发了。哎，好吧，我们的生命工程做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有初步的基础在这里了。接下来就是等它大爆发的时候啊，我想大爆发的时候，真的要完善这个游戏的话，不是猴年马月了，所以作为游戏展示的话，我是觉得这样到这边，如果有想玩的玩家，应该就了解这个游戏的整个进程了。那想不想玩看你们自己了，反正我的展示就是在这样子做一个段落。那免费游戏的话，如果每天用来打发时间，我是觉得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啦，不是很确定。反正你们如果觉得闲时间太多，想要上来点个几下，然后感受那种创作生命的那种过程，想当个从无到有建设一个地球的那个生命，一直到整个生物多样性，你觉得这样可以让你很满足、很有成就感的话，那你可以来玩这个游戏。那我们展示就在这边做个段落了，把升级，点一下65，哇，太棒了！之后我们会越来越成就我们的地球。那游戏就在这边做个段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一次再找其他游戏来展示，拜拜咯，拜拜。